而且这计划我没有跟公司的 buddy 们讲，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反正他们也很难收到男生送的巧克力嘛。Oh God， 好恶哦，妈的！他们看到这一幕，瞬间不敢吃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蔡宇。现在是2月会想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情人节。我记得我去年情人节好像没有特别拍什么影片，然后今年在情人节的前两天，现在已经快要晚上12点，就临时想到说，干脆我今年就来做个情人节特别计划，我想要自己动手做巧克力送给很照顾我的女生。这样听起来蛮怪的，可是我是指说像是我的经纪人、工作室的伙伴们啊之类的，我指的是这样，没有特别的含义，因为以往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突然收到情人节礼物，哎，说不定大家会感动到哭，只是想想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音乐请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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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买两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巧克力切碎。我买这个是特级生态苦甜巧克力。另外一个是高级白巧克力。 OK OK， 哇，四分之三也可以。我们先把我手上的巧克力舔干净，就要注意哈，注意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把它切碎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最好是喜欢，不喜欢我就干翻他们。 听我说，不是那样。做巧克力啊，你说好酸啊，这下可以说那个啦，公司同仁的，公司同仁很好，那希望我们在公司。你知道有一天有一只猫它溺水，然后有一只黑猫路过，它就冲过去救它。那你知道它上岸后第一句话跟它说什么？喵。哎，我也有点想吃那个巧克力。看起来还不错啦。对啊，完全无视你刚刚说什么。我也无视我刚刚说的话。哇，好像土哦，好像黑熊每个月底会吃的东西哦。而且这计划我没有跟公司的 buddy 们讲，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反正他们也很难收到男生送的巧克力嘛。哎，好恶哦，妈的！他们看到这一幕，瞬间不敢吃。还好他们是先收到，我才发片。那我可能放巧克力，然后等你发片的时候再搞点好，接下来换白巧克力。看，我把它涂黑了。看，有够累。收到我礼物了，就让他们给我吃。好，完成。好累啊，有点小后悔，为什么不上去睡觉？接下来我们就隔水夹了。那我这次选用的图案是麻将图案。然后以及爱心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化石图案，哦，这个蛮酷的，差不多预热好了。那我们隔水夹的底部已经融化了，要搅拌它，不然它会烤焦。这位客人这样舒服吗？水温这样 OK 吗？哦，太烫是不是？关我屁事！哎呦，没火了，糟糕！好吃，巧克力数量有点少，用我的液体，炽热的液体把你们填满。我说的是巧克力。是不是可以告？我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告，但这边如果黄标了，我觉得理所当然。黄标大做巧克力又不是做小孩。哎，不一定。大小，不一定大小，没有不一定是没有。然后要这样。哇，你会耶！哒啦，黑芋脑爱心巧克力。好累哦，我干嘛这么搞纲？我还要包装开车送到公司，妈的！然后这个我们稍微，哎呦。停了以后就有模有样了，这是刚刚剩下的啊，啊，我觉得不太够，有一些巧克力还是半黑半白的，这叫做有创意，才不是我的巧克力不够。其实今天突然做这个影片也是有一个意义的，在尾牙的时候，公司有放就是每一位 buddy 对自己创作者说的觉得感动的事情，唯独我没有，后续是说被剪掉了，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做的感动事情不够多，让他们感动一下，所以他们就说哦谢谢，然后继续做事。哎，各位，因为刚刚预热，然后白色又放一阵子，所以它这一次融得特别快。嘿，等一下啊！啊，雪！哎，卖油，拉高高啊！哦，哎呦，那个超完美的嘞！喂。我在拍影片，拍秘密，对，对你也是秘密，间接有关啦，没有那么直接。最好他妈情人节的影片，我现在可以拍，然后明天可以解决事件了，就秘密哦。好啦，没事，拜拜。妈的，我有空不会撒谎的。对啊，你应该说你现在在拍水族，那晚一点再给你之类的。对啊。我是北基耶，干我超常对大家撒谎了，我就是不会对我女朋友撒谎靠背啊，填不满全部哎，有点可惜。你要加上你自己的爱意。好吧，等我一下。你想说你在干嘛？我想到。小心。
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我刚刚夹起来那瞬间，它进水，它直接没救。没有，我下次要做巧克力，我就从那个从可可树开始。然后请黑仔熊采可可。雇佣黑仔熊。好，那个有点哑巴。哑巴。对，你在唱三元的歌。对啊。是因为我唯一参加那一首歌吗？啊，你有参加？我都不知道啊，完全没在 care。没关系，员工不用 care 老板，老板 care 员工就好。哦，好温馨哦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拿去放冰箱吧。我们刚刚发生一点蠢事，你看这些巧克力活像摊方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大大，刚刚地震？没有，因为这是软的，然后黑鱼刚刚直接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就整个哇，好，妈嘞！你让他休息一下啦，你先把其他巧克力拿去放了，坚持他先呢。为何料理会说话？差点摔倒这个人，这个怎么办？拉进去啊，温温的，真的有点像屎。就这样放就好了。那其他的嘞？放冷藏啊。可以放冷藏吗？放冷冻只是比较快吧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做过巧克力，我单身很二叉年。干，事不关己。还是关我？哎，真的。这只龙虾有点多余，不如我们把它。你好聪明啊。它就已经没有位置了，为什么一定要打开冷冻柜？真的没有办法啦。什么脸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明天要送去公司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搭配，怎么搭呢？一个爱心。好，先一个爱心，一个爱心。哎呀，很可爱哎，你上面有小王冠，很屌哎，王冠，然后配一个麻将。哎，哇，哎，好漂亮哦。干，这有点屌哎，然后再配一个，这是水晶。耶，哦，玫瑰花。玫瑰花。还不错耶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干！你舔一舔，然后你要继续弄。对啊，难道是自摸？又跳，好 ，OK， 哇！直接跟他讨论。可以吃一个吗？可以啊。我可以吃一个吗？可以，嗯，左一不行。啊喂！让分钟给。还是没有人知道，掉他胯下了。好，左翼，第一个就是你。啊，我不要。来，旭雪，这是情人节快乐。耶，撤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就是我们重点了，要去公司送巧克力，然后要一包留给我女朋友还有我妈，然后看他们反应会如何。花这么多时间做，最好他妈不要给我钱。啊，那接下来就开车去公司吧 ，Go Go Go！对，各位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到达我们 Capsule 的地下室，接下来就是要上去发放巧克力。然后今天主要发放的对象就是曾经照顾过我的女性，这公司曾经帮过我很多的，我就可能遇到谁就发谁，免得有人没有收到巧克力的时候，他们在下面说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我？情人节快乐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在拍情人节企划，真假的啦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就情人节企划，为什么你们会知道？我要哭。我买了，哎，可是娟姐不在，对不对？在。好，那你帮我带，拿给他一个。好，自己吃掉。没错，对，昨天晚上做的。玉玉、裴涵，情人节快乐。是什么？他们两个是什么？我只给女生。哦，是真的巧克力？是真的巧克力啊！我做的。干妈嘞！是。不是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想要婚姻平权啊？婚姻平权，分性别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是情人节快乐。然后这个位置是 Esther 给他。对，他在开会。情人节快乐，自己做的吗？对，我自己做的。对，没错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情人节快乐。对，拿一个，拿一个，不是全部拿走。对，这我做的，我自己做的。情人节快乐 ，Hello，Hello， 情人节快乐，给八婆的，我自己做的巧克力，是真的可以吃，是真的可以吃啊，是真的可以吃。而且上面还有不同图案，没有，那个是蛋，那是蛋，蟑螂蛋，不是，很像蟑螂蛋，是有一点，而且我还用黑色，它看起来好香哦，应该是正常的，对，是正常的，好吃吗？哦，不错呢，对，我因为我觉得情人节应该没有人会送到，没事没事，情人节快乐耶，情人节快乐，
不客气不客气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情人节企划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白色情人节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做巧克力给100个 YouTuber， 太多太多。那也希望收到我的情人节巧克力的各位，你们都很喜欢，记得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跟订阅喜欢，那去追踪 VIP， 按照我粉丝团追踪的社会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